好一对情深义重的苦命鸳鸯，住口！神火女对你们不薄，为什么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来？该住口的是你。如果不是你上了生活岛，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，都是你们这些臭男人惹的祸。你们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就好，放杨坚走。神火女，此事因我而起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你别再说了，要走一起走，我不会一个人走的。 杀了神火女再说。雷光猛电，浴火流星。杨戬，就算你法术再高强，武艺再精湛，也绝对斗不过我们这么多人的。就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没错，受死吧！闭嘴。 这点法术我根本就没放在眼里。暗黑使者。 来不及了，快跟我走！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杨戬，你别管我，你快点走！别胡说八道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让下你不管呢？小火女，停住！ 醒了，来，大家好。你醒了，我跟你说，五芒星阵已破，咱们的法力恢复了。真的？嗯。 是破阵导致的，那咱们赶紧去找冯小哥他们会合吧。嗯。老大，小龙女，我在这儿呢。站。老大，老大，你没事就好。刚刚担心死我了，我还怕你出什么事儿呢。是啊，我们一直找不到你们。好了好了，我可是你们的老大，法力无边，怎么会有事儿呢？就算是有事儿，也是小鱼干给害的。 说我要不是我急中生智，怎么可能破了这个星阵？不过呢，法阵好歹是破了，咱们的法力都恢复了，这才是最值得庆幸的。哎，这下好了，终于能离开这个鬼地方了。对对，哎，等一下，差点忘了那个比武大会的事儿。孔雀和野菊他们要密谋造反，还不知道杨戬他们怎么样了呢？对啊，那还等什么？烽火轮乾坤圈听令，速速归位。